是耐心的教导我们许多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电子琴演奏，小手拉大手，掌声有请。老师，距离坐下面还是上面的？啊？来，同学们请下跪，敬茶，把这一杯茶敬给亲爱的爸爸。接着我们再送上第二杯茶，要敬给亲爱的母亲妈妈。那用一杯茶、一句话、一个拥抱，向父母诉说您对他们的深深爱意。简单的一杯茶、一句话，同学们，那一句话三个字很容易说，然后再给父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来，帮我拿两。
给。来，同学们，备茶。在这个感人至深的时刻，请你看这边，请你，我帮你拍。OK， 啊，敬茶，你敬茶啊 ，OK， 来，你拿着茶杯，我们拍一张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今天那简单的 OK， 可以。我们一直以来对你们的礼遇之恩，你爸爸妈妈一个爱的亲亲也可以吗？啊 ，kiss kiss 一下，抱抱一下，抱抱一下。阿姨来了，可以的。阿姨代表妈妈啊。有什么话跟阿姨讲吗？还是跟你的妈妈讲啊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换尿布，辛苦。我来看你们了。OK。来自6A的林正豪同学。来自6A的夏同学在县级英语几次比赛团体赛中获得冠军。来自6A班的黄建廷同学。以下同学在光雪县学联男子比赛男子组获得第一，来自6K班林星红同学。6K班任地同学。6K班张宇红同学。6A班黄生华同学，6A班魏天义同学，6A班傅建义同学。傅建义同学，还有苏建成同学，的成绩，他们在比赛中是获得了季军的，他们分别是来自6K的吴雪儿同学。6K 的陈焕勋同学，6K 的邱子欣同学，6K 的林宇宪同学，6A 的周宇恒同学，6A 的谢启颖同学。6A 的曾于恩同学，5K 的严凯堂同学，5K 的黄小杰同学，4A 的陈家威同学，3A 的陈恩星同学，以及3A 的严凯彤同学。指导老师陈美凤副校长，好，接着来自6A班的傅建义同学，他在雪龙湖武道武术第六届锦标赛中。毕业生，也有请陈
玉金副校长陪同。学可国同学，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路灯边，带我去看落日晚霞，还有攀花的田野。秋子新同学，我全部都要拍。到底有没有
收拾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洗的别再站着，换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越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，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？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，生活让你感到卑贱，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选择与我共同蜕变。也许你现在很难过，也许正躺在被窝，也许你现在很迷茫，正在酒吧里坐着，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，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。像云端山那边，海里面，真实的你在于怎么选择。Thank you.
是德翁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下还有开满花的田野，
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我的童年。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，人群中如此耀眼。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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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你我去看看我的家乡。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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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慢些吧，再让我慢一些长大。就让你指引我前方的路。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回到小时候，那时感受不到什么的痛，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，光着屁股跑去巷尾，站在门口跟他犟嘴，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，走过池塘边的浪水，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，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，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，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，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，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，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街，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的老照片。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路灯边，带我去看落日晚霞，还有看梦花的田野。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，飞到了我的童年。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，人群中如此耀眼。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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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你我去看看我的家乡。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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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慢些吧，再让我慢一些长大。就让你指引我前方的路。多少次心酸往心里藏，你在下个窗外给我力量。多少次彷徨回头迷惘，你用温暖目光叫我握紧方向。时间不停流转，天气变化无常，只要你陪伴，就算再大风霜都不能让我退让。你让我看见了幸福可以很简单，快乐不只是一个人的心上。你让我更懂得这世界没有感伤，梦的答案就在手上，它从不曾遗忘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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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让我看见了幸福可以很简单，快乐不只是一个人的心上。你让我更懂得这世界没有感伤，梦的答案就在手上，它从不曾遗忘。梦的答案就在手上，我和你一起分享。梦的答案就在手上，跟你分享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你又会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从不曾消失，天天又如何运行？
情，你出现在我生命，未知的未来里未定距离，何时可拥有你？某一天某地可否此呼吸，我们终将在分离，而我的自传里曾经这首歌曲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谁看了？谁看了？你家的吗？钱不花也不亏。谁看的？前面有一个三步。声音变感动在心窝。Thank you to all my teachers for teaching me at this 6 years at SJKCIT. Other than that, I also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my parents for helping for whatever I want. I also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my friends for helping me for my study. 谢谢大家。在这六年里，朋友们和我有欢乐。也有苦涩，不管以后我们身在何处，我都希望与你们一起分享拼搏路上的成功与失败。老师们，感谢你们的关爱与照顾，对你们的感激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但却记在心中。谢谢老师们的教导，感恩爸爸妈妈在无时无刻给我鼓励，让我有勇气前行，谢谢爸爸妈妈。我是来自六N班的郑宇恩，敬爱的老师、同学们，再见了。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离别，将会创造更美好的重逢。也谢谢父母无条件的付出，你们的爱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谢谢老师这六年来的教导，也感谢父母从小到大的教诲。我干了许多令你们烦恼的事，但你们都没有因此而放弃我，而是不停的教导。我会越来越懂事，并在上中学后努力学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六年班的周宇恒。我很感谢这几年来老师们默默的帮助，也很感谢在背后默默一直支持我的父母。我也希望我和我的朋友能再次相见。我尊敬的老师们，我想说，虽然我不是最出色的学生，但你们却是我最敬爱的老师。最后，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见面，还可以像之前一样快乐。我除了要感谢我的老师，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同学等等。谢谢老师。是六 N 班的黄静晴，我即将毕业了。在这六年来，有了老师、同学和父母的陪伴，使这六年有了不少的快乐。老师和我的朋友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再见了，各位老师，我这七年对你们来的烦恼，也谢谢你们解决我的问题，我太对不起你们了。再见的老师，拜拜。我敬爱的老师们、家人们和我的朋友们，我想说，感谢老师辛勤教导，感谢同学关心帮助，家人们谢谢你。感恩老师的辛勤教导，我会想你的，我的母校。
谢谢大家这六年的陪伴与照顾，我毕业之后也不会忘记你们的。时光匆匆，我在小学的六年时光也即将过去了。首先我得感谢是我的老师，感谢您在六年的时光里不停地教导我，也感谢我的父母，是他们给予我的鼓励让我能走到今天。正所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我们也即将来到道别的时刻，也该说一声再见了。今天是我小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，毕业我想要感谢老师们的耐心教导，感谢同学们的关心及帮助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。Terima kasih guru-guru untuk mengajar saya dengan baik。最后祝福所有老师可以平安喜乐，学弟学妹们可以考取自己满意的成绩，也祝福毕业生们可以在未来金榜题名。一转眼，我就要从益智华小步入到新的阶段，也就是中学。首先，我要先感谢我的父母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。此外，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，是你们给了我人生快乐与精神上的支持，我还不想离开益智华小。拜大家，拜拜。Thanks to all my teachers for inspiring me and believe in myself and not to give up for my dreams. I hope I can see you in the new future.Bye. 老师们辛苦了，谢谢老师们教我们六年了，我很开心每个老师都有教我们，我想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师们开开心心的。同学们谢谢你们陪我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玩，当我的朋友。妈妈爸爸外婆辛苦了，谢谢你们把我养大，我舍不得这间学校，我舍不得老师们，我想回来益智华小看望老师们。Hello, my name is Nur Alisha from Class 6N.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my teachers for teaching me these 6 years at SJKCXD. Other than that,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parents for my studies at school.And last but not least, I also want to wish thank you to all my friends for helping me whenever I need. Even though we fight a lot, you guys are always there for me. Thank you and I love everybody. 谢谢大家，我爱你们，我会记得到我们中学时候。爱老师。各位敬爱的老师，感谢你们一直教导我们。我非常开心你们为我们带来快乐。毕业后，我会来探访你们。还有，我也要感谢我的婆婆和公公，细心照顾我，陪我长大。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，拜拜，拜拜。嗨，我是六 N 班的潘子晴。在这六年的时间里，我感受到浓浓的热情，老师们的细心教导，同学们的关心帮助，父母的细心照顾，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六 N 班的潘子如。在这六年里，我学会了很多知识，我们有缘再见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我就已经六年级了，我即将离开陪伴了我六年的母校。我想感谢老师这六年以来的教导，也想感谢同学们这六年以来的陪伴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我即将毕业了。首先，我想感谢老师们这几年对我以来支持与鼓励。此外，我想感谢我的父母，没有父母那就没有我。虽然我还不想离开我的母校，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我爱老师们，我爱我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尊敬的校长、三位副校长，还有各位老师们，在这六年的小学时光里面，真的是很短暂，很像一眨眼这样就过去了。
在这六年里面呢，我也非常的顽皮，也非常的捣蛋，时常惹出不该惹出的事情，也请老师们见谅。我也想要感谢老师们在这几年教导我啊，很耐心的教导我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想要对我朋友讲一些话，就是在这六年里面，我们有哭有笑过，我们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都可以轻松的过掉。我不想要就这样，我们的友谊就这到毕业就结束了，所以我希望就有空我们可以约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也想要感谢我，也感谢我的父母，就在这六年里面，他把我从一年级养成了快要变去中学生了，就非常的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6K 班的林雨倩。时光匆匆，六年的小学时光即将画上完美的句号。在这段旅程中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留下了无数的美好回忆。感激老师的辛勤付出，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茁壮成长。感激同学们的友情陪伴，你们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朋友。我们即将离开一志，愿你们笑着面对未来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去迎接更广阔的天空。大家好，我是六 K 班的李文泉。穿眼镜牙牙学语的我即将踏上中学的旅途，展开属于我们的冒险之旅。这六年的小学生涯中，就好比一个参天大树，接触了不同的果实，有苦有甜，有酸有辣，他们个个都代表了不同的回忆。这六年里，我结交了许多知心好友，我们一起打闹学习，一起分享喜怒哀乐，一起面对风雨的考验。感谢这六年里孜孜不倦教导我们的老师们，感谢一起同舟共济的同学们，感谢在背后给予我们默默支持的家长们，感谢有你们的出现为我们的人生带来的彩虹希望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 K 班的林星红。我要感谢老师和同学们今年陪伴我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严以轩，非常感谢老师这六年的辛勤教导和照顾，也非常感谢我的朋友这六年陪我一起度过。谢谢所有的老师，也谢谢我所有的身边的朋友，祝我的朋友毕业快乐，谢谢。我叫张文明，我就要毕业了，这个视频是给我所有的朋友和老师的。这六年里，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，感谢所走进我生命让我的生活充满色彩的老师，感谢所有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，感谢每一位走进我生命的人，你们让这段旅程变得更加难忘。希望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依然可以共同前行，谢谢。老师毕业了，回想过去美好的时光，真的很舍不得，毕竟同学之间有了六年的深厚友谊，一起哭过，一起笑过，一起走过了六年的风风雨雨。六年的光阴似乎就在一瞬间就过去了。再见了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再见了，亲爱的老师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就要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在小学的时光里，我特别感谢老师的耐心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带着这份回忆，勇往直前。大家好，我是六 K 班长邱子欣。今天我毕业了，我想谢谢老师们，要不是你们的教导，就没有我如今的成长。同时我也想谢谢我的朋友们，
谢谢你们的陪伴，让我的小学生涯更加丰富多彩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今天说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希望以后我们再相遇，大家都已经变成更好的人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肖丽英，是这一届的毕业生。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，让我在这几年里过得自由自在。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教导和照顾，祝各位同学们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来到学校，也祝各位六年级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。好，我是罗燕。大家好，我是雷俊石。六年时间说短不短，说长也不长，但是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阶段。谢谢大家，感谢老师们的栽培与同学们的陪伴。一二三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文俊，我已经快毕业了。我想感谢教导我的老师、班主任和同学，谢谢大家，大家珍重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总。我感谢教导我的老师，当我想念闭上双眼，你在心里面。遇到任何困难都会感到感谢。毕业并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。祝我们再次合作。大家好，我是六 K 班的张一红。这六年里我交到了许多朋友，感谢你们这六年的陪伴，同时我也感谢老师的教导与付出，谢谢。如今我们即将毕业了，也要就此分道扬镳了，感谢老师这几年来的教导与同学们的陪伴，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。六年时光飞逝，很快我们也即将从小学毕业了。小学的时光总让人怀念，大家要开始新的五年。回头看，会发现昨天还是等你着新的笑容，会发现昨天最后一次练习的一个练歌，会发现昨天你还在为实验一起奋斗，会发现大家还在操场上努力奔跑。永远的画面，成长的路上，想念闭上双眼，你在我心里面，芳草碧连天。谢谢老师们的陪伴，希望永不凋谢。芳草碧连天，永远的画面。当我想念闭上双眼，你在心里。辛苦了，感谢你们这几年来的教导。同时，我也想要感谢亲爱的同学们，感谢这几年来你们的陪伴与支持。最后，我祝愿大家在新的学校里能继续努力，成绩进步。希望我们有缘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六 K 班的黄腾勇，如今我也即将要毕业了，我要感谢老师们这些年的教诲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慧轩，我来自六 K 班。不久过后我就要结束了这个小学六年的生活。这个六年里面，或许对别人来讲太久太久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个六年不长也不短。在这个六年里面，我经历了许多许多，从一年级的春暖花开到六年级的秋实累累。我很谢谢同学们还有老师在学校对我的关爱，我也谢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能把我养育成这么大，才有如今的我。谢谢你们。各位老师大家好，我是董学翰。各位老师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细心和无私的教导，让我茁壮成长。如今毕业钟声响起，我即将离开这所待了2000多个日子的校园。老师，我们有缘再相见，拜拜。季节，寒冬已过，还有春天，希望永不凋谢。芳草碧
上双眼，你在心里面。那些炙热与梦想，总是在黑夜中微弱的发光。每掉进绝望，就会固执的想象，天方地远的辽阔有多长。我知道，那些伤心和迷惘，总会在人生中陪着我成长，所以不去想还有多久才到达，心中深深的彼岸就在那。反正有那么多人都在一路跌打，我又怎能够放下倔强，伤心和你。